作为生物工程天才，我打乱造物之间的秩序，却被一帮老古董指控我非法改造动物。行，那我只好对人类进行实验了。通过一场前无古人的生物改造，我失去了一半身体，却收获了完整的灵魂。世人都当我是怪物，这就是我发明怪物召唤装置的原因。哼，那我也需要同类。GRX 残党们，看够了！从火焰山到机甲迷城，再到试炼岛，你们的每一步都在我的实验流程当中。准备下一场实验。